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一至十一届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山川的灵气，叫风水学。山川灵气在日本讲叫山川灵气，在徐福真人在当时王禅老祖住世为鬼谷子的时候，他也告诉弟子们要重视山川的灵气。山川的灵气也就是风水学，你可以不信，但是我们少不了山川的灵气。你可以否认，但是你也否认不了它。所以王禅老祖在云梦山水帘洞里面修炼，收了孙膑、庞涓、苏秦、张仪，还有毛猛、毛遂、徐福，徐福呢就往日本东营去陶应，把这个风水山川灵气风水学的奥秘的哲学呢带到日本去了。这一本书呢也好几千年了，我都没有机会去得到这一本书，但是有从老祖空界传道传这个心法我都有一一的传给各位，不知道你有度到吗，不知道你有收到吗，有收到你就炸等于看要煮菜啊煎菜都可以的。这个老祖的慈悲嘛。那最近以来我一直思考风水学与生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发现了我们国家的建设越来越重视风水了，一些工程师呢渐渐的有受到一些影响呢，受到影响了，也在重视了，但是可惜大方向原来错了，现在还是错，没有办法改了，新的只有自求多福啊。那我们现在要来讲山川灵气，就是山形的灵气九星的灵气是整个的宇宙九大行星运行它的磁场它的气场和人的关系有如刚才上一节我所讲的台中这一家汽车厂被火烧掉了这个事势必会发生若是原来叫他能够把门修改了位置改了气呢就不会发生了
但是人都存着一个疑问，你改了也许 也会火烧呢。这个就是人的正性和邪性啊，你有正性的话你就可以安然度过很多的劫难了啦。曾经那些老信徒作战还没搬到现在我是的时候，老信徒都要跟严普法师严爸爸跟我结缘的 那个阶段呢，我严爸爸我是没经历的，但是拿了王禅老祖的相片带回家，大家才结上这个缘。严爸爸那阵已经跟老祖有约，要他的女儿要来帮忙转这个法轮。那时候有一位信徒他来五泉五街，我还小小一间店面娘嘛，那么就看不上眼啦。那一位信徒咧，伊讲老师啊，现在你看我要安怎互你发发财啊？要安怎互伊发财啊？我发财上紧，那发贵迄较慢，发贵迄爱读册，发财就爱拍拼多啊。伊讲安尼讲过滤过滤哦，发财很简单，发贵很困难。发贵就是爱做官嘛，爱官就贵嘛，就爱读册啊，读册爱读足久的嘛，发财马仔低头行咧，笨蛋行咧，出去扫帚行咧，出去讲表出来的马仔就随发财。嘿，这位先生啦，伊讲少年先生，你讲为咱只古锥啊？我都觉得真厉害，他高醉。你讲的跟那个先生讲的发财无共款，你基本财，你无发不对发大财，无可能嘛。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嘛，先服务嘛。那么伊就我知，伊就等下第三天就去找工去人做工啊。做一工诶，半工拢嘛好加咁做，到尾叫拄着打落机会，真正发财。发财了咧吼，都有谈过，再来有钱有这個，迄阵我都要搬去建国寺啊。迄阵我当时咧，咧欠钱，要买建国寺，迄个地，地足土地看，伊只甲摕一寡，先咧啊。安尼吼，你今日发财呢？我你阿姊也无话，我哪有发财？我就是要提钱给你啦，要甲你谢谢啦。我等拍拼了，我才得到机会，你今日发财啊？安尼准无？准。同学安尼准无？嘿嘿嘿，所以啊，这个发财啊，你爱广义的发财。脚踏实地发财，所以咱鼓励一寡有个人对，尤其咱南部足侪朋友，对这个神明来要求道求神啊，拢好像都要找捡便宜的无，安尼较济啦，咱来导正这个风气，大家拍拼，身体平安健康，就是发财啊。身体若无平安、无健康，要发财，迄嘛发假个啦。迄是尾仔嘛是当然啊，但是要发财，修道就是上大个发财啊，修道财，千秋万世啦，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这山川灵气的哲学，也是生活的哲学。在几十年前呐、差不多五十年前，
在台湾有一位画家，他这个画家画得很好，但是都出不了名，所以他很纳闷。啊，有一天他去请教一位老先生，老先生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什么，好像一个老道人。啊，这老道人呢，看到这个艺术家呢，很落魄，很潦倒。啊，那这个老道人呢，就说：“哎呀，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因为这个艺术家、画家，他的画画已经是比较过去的了。现代年轻人的画画方向啊，比较不一样了。所以这画家呢，啊，他。”没有办法施展他的抱负，那这位老道人呢，他很简单，我教你，你去开一座画展，啊，你的画全部排在里面，你去邀请一位相当有名的画家啊，艺术家来参展，排场排得很大，好，然后你画一张在门口，啊，画一张在门口呢，就是安尼俩，啊，你的，红色街，安德街。啊，嗯，家己到洞头，家己徛到门口，家己看迄个道，家己这里，这张这片安尼吼，啊，后面人一个人去画家参展的人拢几百人，啊，就拢个面子问题嘛，啊，面子问题啊，啊，这怎么是跟着他？他这个人是谁也不晓得，是他。好的，嗯，大家哎，你看这张什么，你有没有悟出来？啊，大家的爱面子，画艺术家、画家都嘛是爱面子的嘛。哦，这些啊，这当然大家讲拢无。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哼、嗯。啊，变啊！对对对对对，大概画长江后浪推前浪。哈、啊，阿家就一看，也画不了了，开始出名。这是文曲，就文曲先啊。浪花，那时候是文曲了，文曲先，啊、哦，山形。那那大附近周围山，拢有这个的，就是文曲星，啊，文曲星就笔架、笔架，拢放笔的，都隔笔的放笔的，啊，出文人，啊，拢真好读书。咱祖先的风水。向遐出来帮忙拢好读，啊，向厝向遐咧，啊，家家户户咧，啊，拢会出正人君子，这个山川灵气的哲学嘛，所以咱要起厝。即使咱地形无法度去如愿去对到真水的山势，咱门咱嘛爱开有着势，门啊，门一千斤储存水牛重，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嘿，
我也希望讲咱的同修，咱大家正面了解了以后，咱帮忙亲戚朋友，啊，也是咱要帮忙朋友，因要合伙投资，要去跟人合伙投资，你若有时间，你一个好先生，你去看两双方。啊，几啊间几啊人诶合伙，因诶公司啊，伊诶企业伊诶祖先诶风水，好、啊、看是毋是风水拢有符合风水学无？啊，若有咧，你甲个人去合伙，自然会成功。若是若有拄着一个两个咧，风水分不好。哦，那个公司就会受拖累啊，会受拖累。哦，这啊，过去我接过真济啊。啊，住家，咱要讲，开始讲啊，你要合伙投资好不好？你嘛想好伊个厝，你去了解一下，好、哦、看伊厝，有如华无？那如华，因都无烦恼啊。啊，来拍拼，公司就会成功，社会就加一个福气啊嘛！吼、哦，这是咱风水学的真实意啊！嘿，吼、哦，所以文曲星，大家拢有地位，文曲星，大家拢是文人墨客，哈、哦、啊！再加上咱文曲，是一个那是浪花型，啊、哦，迄、那个做人嘛拢较柔啦。做人比较柔，较袂那么暴烈，啊，较袂那么强悍啦，啊，这些风水学，好，那么再来，咱呢，厝内底，啊，咱徛家内底咧，啊，咱，若有迄图案，啊，挂图爱足注意诶，挂图你有诶拢去大陆，啊，去买迄个厚迄大沙漠。美国大沙漠迄个呢，恰恰恰呢，足水啊呢。我你讲，你个挂咧，你厝内底免一阵仔咧，啊，迄个无奇不有的代志，颠颠倒倒的代志拢发生。这足注意啊，哦，这不能开玩笑。啊，我看过足侪足侪足侪啊啦，哦，所以最近来我一直提醒各位同修，咱厝若要做挂图，咱上好。像咱咧做微信通报上好俩啦，啊，微信通报啊，哎，上圆融啊，哦，啊，咱哎话咧，然后山呐瀑布，你瀑布吼，你莫挂唔着伊，你瀑布若挂伫后壁咧吼，大家都高血压，干袂落去。瀑布啊，哦，啊，啊，就你挂瀑布，哎，一挖咧。那个水流，吼、哦，那个长江的水浪滔滔，你把挂一出来的，挂在后边，咱坐后边的吼，啊，大概差不多会出问题，哦，会血压会出问题，哦，这里、个、吼，实力的印证，顺便呢，甲各位这拢是山川灵气的哲学，有形无形啊，拢是尊。同样的重要啊！祝福各位。行到站的迄，各位微信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啊，我们的住家不是工厂。或者风水，前面都有叫做朝拜、雕拜。朝拜咧，啊，有很多很多的玄机。你有九星形，九星朝拜。花百代
那九星朝拜，那不是混乱吗？那就是前面的暗山有连续相生，而火最前面的火生土、生金、生水、生木，啊，最高的为火。阿的土平台，譬如生金，啊，生水，生水，啊，生木，啊，生木的生。有的横木，有的横木环抱，啊，有的是迄种诶，生真济，你迄个说山梁啊落迄个，啊木生形，扭落迄个形，扭落，啊，你即迄种人所相生落。啊，你才会当再花百代。啊，你袂使你讲木生，第二上升都等于，袂用升回去，要升入，不可升出，爱升入，所以升入花百代，升出嘞，啊，迄个苦哈哈啦。啊，咱就靠海，迄个苦哈哈的对。刚才咱中午，我们李师兄，伊问我讲，师父啊，林园家，庙有一个所在有五条路，弄安尼直直弄对经过庙遐来，吼、哦、嘿。看是不是，因为迄五条路，吼、哦、叫做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啊，即迄个所在，迄庙足兴诶，啊，神足兴诶，啊，神兴，人就兴，附近庙就兴，啊，那像咱高雄道场，咱家是不是？很多都是无兴，啊，但是呢，啊，老早拢予咱大家，啊，不必大家拢会兴，哦，家家户户拢会兴，啊，个人的发无同款，个人的发达无同款，啊，有诶是发入诶，有是发出。啊，有当下你哪里看新明金星目睭金壳壳，拢拢看远远的迄、那个，迄一定发得外好诶。啊，看人拢看近近啊，遮咧金星的目睭拢看近近啊咧，拢发富，拢发近咧，发正来，啊，未讲发正远诶。啊，咱啊。要请土地公来拜，那土地公的金尊，咱的雕刻，啊，咱啊，神尊，或者地官，或者其他神呐，啊，目睭拢看足远的，足迄个，哦，足威的，足远的呢，迄拢发伫外面，唔是发伫咱兜，安尼听无？哦，安尼你只坐一只，你发多也发紧啊去，发紧啊，发发远啊。恁这这样远看对我这来，恁一定发发较远的啦。哈哈，未敢发伫高雄道场内底啦，吼、哦，发伫恁兜啦，吼、哦，这就是禅机啦。
嘿，啊，咱要啊，重用神尊，啊，要服侍土地公，啊，咱土地公有食主人诶，较有顾主人诶，哦，食主人诶咧，你要选日，一定爱足注意诶，你爱选好日。啊，莫克主人，你来克主人，迄就是食主人诶。啊那，迄生主人用五行来相生主人诶，迄就过主人诶。所以，来食主人诶，按托你讲咧，啊，伊曾经咧，啊，我来那台中，啊，有句。咱的信徒，啊，伊就要安托你讲，啊，迄天伊日咧，伊讲老师啊，你也好好请啦，好无来？我应该，我安托你讲，那请六七桌。我哦，我咧请安只托你讲，请六七桌咧哦。哈、啊，你要但是安好诶，哦，但是讲，而且今日补请，迄天我看看，我嗨啊，你。算这日有够准嘞！哦，你这就是食主人诶。我等等等，我都唔敢讲我哦好啊！你今日足侪人请，不止七桌哦。伊讲干嘛嘞哦？哦，我恁在土里工作兴诶哦。哦，恁在土里工作兴诶。哦，开始安那咧，第一届安请就要几十桌。讲无啦，哪有几十桌？啊！伊就要请六七桌俩，还无七桌呢。迄暗请十外桌，临时加菜。哦，迄是啥？你按的托你讲日，嘿嘿，你爱要按。那你若你看唔到伊，啊，你来克主人，日来克主人的生肖呢？迄就是食主人。啊、哦，迄唔是拜日，吼、哦，唔是拜日，迄是拜出，啊、哦，所以咱，学到咱大家同修呢，咱大家阿摆拢是台湾在各地，啊、哦，甚至以后咱伫国外，啊，咱的所有信众大德，拢会请教着咱，维新圣教，咱的维新神士，吼、哦，咱大家。啊，算一个学问呢，吼、哦，咱爱注意，嘿，咱叫动工选日，但是最重要迄日，莫克主人，莫克主人，你若克主人，就是食主人，哦，爱好生主人，那无跟主人比好，啊，你克主人，比人主人生气诶，哦，你的好日，假使抽日，哦，抽日咧。啊，抽来吸来合，啊，神术抽味，迄拢是吐来吸，啊，安尼，迄就食主人，吸主人，迄就不吉利呀，啊，大家爱小心，阿弥陀佛。德威，各位维新贤士，啊，各位书房善知识。朝拜的山形，啊！你朝拜你呐，土星啊，巨门星来朝拜，你所当到的吉的朋友，拢是好野人啊，肥肥啊，五官很憨厚的朋友。好、哦、来跟你结交，哦，那是廉贞星三碧，啊，禄存，啊，禄存，啊，禄存星，啊，贼星。朝拜，交友，
灰散油，啊，比如讲，咱一间厝伫这个位，向这里，啊，头前呢，迄个山。面顶原来山都山就是人开发起来啊，你看哦，啊面顶山形有，暗度安尼来，啊当路雕去啊，啊就路雕去，啊路雕去你向安尼去，啊那就来拜。那就摸起开啊！那来拜，你是直接所拄到拢踩了声啊！交到朋友嘞吼，拢唔善友，较会拄到一挂迄个恶友。在啊，咱真侪年前，咱一个信徒啊，叫我来共看伫咱南部遮，因在咧装卡。啊！甲人讲师傅啊，阮三个囝娶当个朋友，拢是看乌龙、虎龙、霸标，迄毋知到底是安怎？啊！我就现就看咧，因伫装卡，啊，装卡咧吼，迄有一处，好像安尼水路安尼行，啊，溪门水安尼落，啊，对面家呢，都多人拢在开花。弄流哩掉，弄流破呀！哈，这个下面，那像咱迄个微调的哈，啊，这样的那经度残，哦，我啊哟，恁这都是踩了千来吊摆，陆船、陆船。陆船呢，啊，就是遐个好朋友，啊，爱唱、爱弹、爱骗、爱怪，遐好朋友呢，啊，遐来吊牌。啊，你在遮虽然是真水，啊，生三个后生，结果三个后生出去呢，啊，所交的拢毋是善友，所以咱。出大出去，面向出去，咱的面头前莫有崩山，哪有崩山呢？啊，是有迄、那个无真管啊，人啊在在开发啊，面顶为家咧高富高富，迄种的呢，咱家己来做注意的，嘿，那无咱所拄到，拢拄到啊，你不打咧，啊，这都风水学。曾经有人讲啊，老师啊，你拢教这讲公家，安尼个，咁咪足无公平？我咪讲公平无公平？啊，你爱为本钱好当着，你若无本钱好当着咧，哦，你八个嘴，啊，即讲我吼，互阮囝，伊讲伊互因囝，甲母甲无一个着啦，啊，原来因阿公的风水。哦，就是伫庄卡，哦对面遐，人咧开发一个社区，吼、哦，迄山路啦，挖甲挖掉，啊，都向因向咧挖掉，迄、那个土，放甲外国是出来，啊，搁蹲伫因个面头前，叫因囡仔尔，迄就是贼拉青，
我咧紧咧走，那无你互恁囝母狗个机会母了了呀。后边咧走，我咧叫恁的许多人，许恁姐和恁爸，哦叫恁爸走咩？啊，关起来啊，甲关起来。人家四五年咧，等个四五年啊，买关起来，清关，爱清关。啊，请人专门来咧清关的人，咱一寡钱红赚。人去专门清关的土工啊，去先生来做伟大，做了不起，做伟大。啊，伊会甲你清关，甲你清关。哦，啊，安尼咧，你自然，你囡仔自然就回到倒来啊。啊，真正清关，下去哦，迄个清关了。全穩定的，囡仔漸漸漸漸咧穩定落啊，就去有做正當的頭路。哦，這個就是講咱風水學啊，風水的奧秘。你不信，你還是要受到這個的感應。你相信了，你就是要有正法啊，不要屬於說，哎呀，我要嘴硬啊。我才不信哦，不信还是要信，而你信哦，你还是要有法，没有法你没有办法解，啊，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学到我们的目的啊。啊，那朝拜，你若有水星，哦，像这个形状，那有来迄个对面的山。啊，比如我们这里一栋房子，啊，对对面呢是花园，啊，前面也有尖形的，啊，也有。这叫连针，连针星啊，连针星呢，迄个出烟花泥，所遇就是烟花泥烟灰。好，你就向着这个连针星。连真星，这是后金木水火土，面顶一个山，来只乱糟糟，你看哦，风景足水的，迄就是出烟花里，好、哦，那么所拄到的人，好、哦，那呢，开拄到一个阿里不达的，好、哦，奇形怪状的人，好、哦，就大家爱小心。本段节目各位唯心贤士、啊、各位所望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不管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一样受到感应啊与反应。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连针星前面，对着前面的山很乱，叫做连针。连针呢，就是反目无情，情是多云偶阵雨，反目无情。说渡掉的人啊，比较容易碰到反目无情的人出的问题。啊，我曾经也看过有一家啊，我们的老信徒啊，他要我去看他的祖先的风水啊，他祖先的风水呢啊，他啊葬在一个地点还不错，蛮不错了，结果他对岸的山呢啊，就是很漂亮。这个山
这都是坟墓，蒙蒙的。这个水啊，白虎方来的水，好。那么前面的山，表面看得很漂亮，事实上都很乱。哦，是画的，是还可以看，事实上是连真心，这些形状有金木水火土。啊，连真心啊！我讲啊，你这就基本的风水种类，也出。恁家开地点啊，拢免请人。较早咱早期咪开地点啊，啊地点啊，拢爱因为不是迄个的，早期的酒家，啊地点啊酒家。我都免请啦，那么这阿尚呢，还没老师啊，哦，人家生七个查某囝，啊，男丁拢无生，啊，七个拢生了，这还蛮漂亮的，啊，大家拢是很活泼，啊，即摆的动作呢，啊，就要切读册，那唔读册嘞。啊，所有的行为行动都是烟花里，烟花里。我讲你这门风水紧来捡起来，啊，这甲捡起来了嘞吼，啊，你自自然然嘞，你这囡仔性都变去啊。到尾啊，这学生啊，听我甲建议嘞，啊，叫人去捡捡起来，啊，捡起来内底嘞。啊，那的米，迄、那个一夹蛋，迄个啥煎啊，米做的米对迄个草生喷的，迄种动物，蝎子，哦，蝎子，迄都是出的出遐遐人啊。哦，这哦，一上来，老师，谢谢，哇，那吼，哦，无嘞，就嘛想这足奇怪，发现讲厝的囡仔来，向我们变形呀，啊，这愈来愈变愈有型，哦，后尾只捡起来了，稳定的，啊，稳定了嘞，啊，我嘞，你个提他，去供他。讲他当时上俗一日一位7000块尔，哦，唔好讲听先生讲，哦，对面迄个地理，迄老师对老师对面的山，遐济偌水都偌水，哎呦，所以现在政府设迄、那个安葬，葬于纳布塔，吉祥平安尔啦，哦，因为你要葬在土卡。咬人诶，咬诶，先生还未出事咧，吼，一当甲安尼，安尼都不太想平安，啊，这就是风水学，啊，咱是往咱所谓同修咧，我以下咧讲诶真济方向咧吼，真济做方面案例咧，啊，说也说不完，啊，话想到我都讲互恁听，好，恁都会记哩，都记起来。哦，举一反三，啊，大家都可以，就是多闻增广见闻，啊，那咧朝拜，啊，朝拜，那拿水星来朝拜，啊，比如讲，哦，是，
风水，水星好，那那风水还是住家，好、哦、来向头前处理。有迄个浪花形，浪花形有弯弯弯曲的，都、就是叫做来朝拜啊、哦。水星啊、哦，文曲。很多神仙人啊，个广结仙人啊，所拄到诶，还开拄到正当的人，文人雅士啊，这是风水学啊，咱大家爱注意诶，啊，咱不要小看哈、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节就为各位来讲解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